到海岛来度假、浮潜、欣赏珊瑚的生态，让许多人优先想到的会是帛琉或是马尔蒂夫，却忘记了远在天边、近在眼前的小琉球。身为台湾唯一珊瑚岛的小琉球，清澈见底的海洋让这珊瑚生态一览无遗。越橘生态旅游民宿的老板呢，为了让大家都可以看到这里的美好，就以眷恋海洋的旅人在小琉球都应该有个家为一个核心的概念，建造出了一座旅人们在旅途中休息最舒适的堡垒，能够有好的睡眠品质，才能够在每一段旅程都写下值得怀念的足迹。